会啊？会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会呀、啊。你那没啥也没，打死你！半截岭是导演静香的第二部纪录长片，镜头记录了常年居住在半截岭的荒山窑洞里一对老夫妇的日常生活，挑水砍柴，种田放牧，一年四季他们用劳动填满孤独寂静的时间，他们之间很少交流，就像两个陌生人。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仅有的两个人关系又形同陌路，他们从哪里来？有家人吗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周四晚间十点，记录观点，半截岭，就在公共电视。